大家见面。对啊，就是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。对啊，有一些朋友好像就是有事，所以就先走了，对啊，就是有点不好意思，就来看到我们，跟我们聊聊天，就去吃饭了。对，但是为了女生是值得的。是的，我刚刚大概这么近看到女生，有点开心。好，所以在这边可能还有一些人不认识我们。你们好，我们是 PR 乐团。那我们原本今天下午5点要表演，但是呢，现在表演是非常舒服的那个一个时间，最喜欢晚上表演了，所以我们要闹钟。我们是一个奇怪的民谣团体。怎么说？我们使用的乐器是木吉他，还有乌克丽丽。嗯，对。就这样子，然后两个人都唱歌这样。对、啊、好，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想想想想呢，是收录在我们2月份发的单曲叫做小情书，对 To My Dear 里面。哎，乐器监听可以大一点点吗？谢谢。然后什么，你刚说什么？因为我刚刚在旁边玩得太嗨了，所以因为一直在等待的时间，就一直有人找我们玩这样子。对啊。然后我刚刚就一直在那边，就是又跳啊，又喝饮料什么的。没关系啊，今天很开心可以来这边玩。嗯，今天晚上很舒服哎。对啊，我最喜欢秋天的晚上。好，就这样。想想。